第13课, 门开着呢。 Lesson 13. The door is open. 课文一, 在办公室。Text 1. In the office. 门开着呢, 请进。请问, 张先生在吗? 他出去了。你下午再来吧。好的,谢谢。 New word. 这。课文二, 在办公室。Text 2, in the office. 那个正在说话的女孩是谁? 我知道她的名字,她姓杨,叫杨笑笑,她姐姐是我同学。那个手里拿着铅笔的呢? 我不认识。 New words. 手拿铅笔 Proper noun. 杨笑笑。课文三,在运动场。Text 3, on the playground. 听说你有女朋友了,我认识她吗? 就是我们班那个长着两个大眼睛,非常爱笑的女孩。她不是有男朋友吗? 那个已经是她的前男友了。New words 班长笑。课文四,在路上。Text 4 On the road. 请问,这儿离新京宾馆远吗? 不远,走路20分钟就到。你能告诉我怎么走吗? 从这儿一直往前走,到了前面的路口,再往右走。New words. 宾馆,一直往。 路口。起始句的句调 Intonation of an imperative sentence 一,让我们休息休息吧。二,快点下课吧。三,请坐吧。